收听民生广场南方的观点，独立的评论。我是南方快报的邱国正。咱这个节目是每礼拜三、礼拜五下暗九点至十点哈。拄只屁臭剑哈，咱的老听友都知影哈，知影这首歌。不哩个咱的节目最近增加介侪新的听友哈。听讲这首歌真好听啦，你问我。这首歌是《风中最后的火苗》歌名哈，《风中最后火苗》，《风中最后火苗》哈，这是王明铁老师作曲。施秉熙，施秉熙哈，施秉熙教授所作的词哈。这首歌非常好听。这是2008年施秉熙教授委托王明铁老师作曲哦，伊本身作词。本来这首歌是要献予贾中正咧选总统的时所用的吼。伊也做介多，伊这块曲吼是单曲啦吼。迄个 CD 敢一块曲个呢，叫做单曲吼。我那印真多吼，家己做制作然后制作迄个 CD 哈，要送予贾中正哈，可是并无被采用啦哈，并无被采用。后来存一挂迄个 CD 哈，我知影了，我听过吼，感觉非常好哈，所以存的吼，我家买起来哈，然后有伫迄几档吼，差不多七八月时哈。我去美国邀请去东洋会，去做演讲的时候，我有甲伊炸去吼，结果吼炸去的，几十块啊吼，拢卖了了啊嘞吼，有的是20块美金，有的是搁等100块美金安尼吼，所以非常受欢迎啦吼，这个曲即卖已经绝版啦，绝版，敢若我有咧呢吼。咱民生之声广播电台咧播咧呢，所以大家非常有耳福啦吼，有喜福吼。OK， 这是简单介绍一下吼。咱今仔日有哪有两条新的新闻，要甲大家共同来探讨一下吼。另外，最近非常热门的吼，敢若加加滚吼。伫民进党内部加加滚，嘛无一定民进党吼立赢吼，加加滚加加讲一寡名嘴拢加加落去吼，叫做迄个柯文哲的现象啦吼，挂问题的现象，咱可能头前讲袂着，咱第二阶段吼，咱要来谈吼，咱嘛希望有兴趣的朋友吼。去检参考大家来提供意见嘛，可以呢吼。会当扣音入来吼，咱扣音的电话3355897，3355897吼。OK， 今仔个新闻吼，两件，一件是有关刘月光，一件是有关台埔案吼的行政诉讼吼。咱先来讲刘月光的部分。如果讲迄个误罪案，伫今仔日下晡
精扎总结哈，精简哈，完成精简哈，下晡三点是宣布的哈，已经完成。啊，这是高雄地检署的哈，结果这个案，有传这个立法院的董事长张谦生哈，啊，甲因的公司的副总经理哈林国腾哈，啊，等等啊，另外因有一个客气哈，客气这个厂，就是严重污染咱后硬溪。啊，这个厂哈、哦，这个厂有一个处长啊，厂务处长，哈、哦，啊，另外有一个有关咧管废水的啦，废水组的主任哈、哦，啊，拢去哦，迄个检地检处哈，地检署高雄地检署啊，收押哈、哦，啊，另外阁有三个工程师哈、哦，啊，被起诉安尼哈，啊，今仔整个整个我拄仔所念的这几个啊起诉，不哩个。立法院的董事长张谦生，啊，甲伊这个副总经理呢，吼，不起诉处分啦，不起诉吼。这种的个可能啊，介侪人会作愤慨、作不满啊、作失望，不哩个这是无聊中的，无聊中。这个案可大可小啦，吼，看安怎办吼。但是基本上，咱无怀疑高雄地检署迄、那个。检察官吼，咱无怀疑吼，因为伫这个案发生了后，高雄地检署哈嘛非常认真去搜证吼，去搜证哦吼，分几下路啊嘛去因的公司因的厂吼去搜查安尼吼，配合着这个高雄啊，咱讲过吼，高雄环保局吼，最最迄个基层的公务人员非常认真吼。啊，地检署的检察官嘛认真哦，吼、哦、认真吼、哦，咱唔好用这个讲不，迄、那个张先生不起诉，安尼来定论吼，袂使吼，因为事实讲，就话讲，势力庞大啦吼，啊，企业庞大吼、哦，咱讲过讲，伊是IC 封测哈，封测的世界的大厂吼、哦，第一大厂哈、哦，所以影响面足大。啊，伊本身影响力也足大，啊，所以这个部分咱相信，啊，这个基层的检察官，我那受到最，哈、啊，吼、无一定讲有足实际压力啦，不哩个，我相信一定有压力，吼、哦，迄种的压力是最无形的，吼、哦，所以，这种的争执的结果。小弟的看法是有料中的，有料中吼，迄当时啊，会当将这个张庆生团粉啊，已经都算作规个安尼高调到遐安尼吼，迄当时咧看大概是安尼啦吼。啊，今仔日咧地检署伊个检方伊个迄个吼，是根据迄个刑法啊，放迄个毒物罪吼，流放毒物罪。迄是刑法内底吼，另外违反废弃物啊清理法吼，所以这个除了董事长就迄个张庆生啊，甲因的副总经理以外，其他五个吼，包括这个客气厂的迄个厂务处长啦吼，啊废水组的主任啦吼，啊个三名的工程师，总共五个人吼，被起诉是按照迄个刑法啊。流放这个毒物罪啊，顶顶的罪嫌哈、哦，罪嫌。另外呢，哈、哦，无针对个人啊，针对公司哈，针、哦、对公司的部分是以废弃物清理法啊起诉有关公司哈，安、哦、尼啊，这个案是大概安尼。啊，我咧想，可能也差不多安尼就迄落啦哈。后来可能罚款罚的哈。啊，可能加重罚款啦，哈，安尼大概是安尼煞尾啦，嘿，安尼煞尾，啊，高雄市政府这边哈、啊，行政处分哈，嘿，啊，然后立法院作为一个世界大厂，啊，尤其伫高雄，因是伫高雄起家哈，啊，那加减有良心的话，啊，赚下一钱，啊，提些块钱，好好哈、啊，好好加迄、那个污染水的部分啊，
迄设备也无介贵，敢是哈？诶，作为世界一流的公司哈，应该有迄个实力啦，哈，有迄个能力啦，哈，诶。